我想要跟家人讲。我想要跟他们说，就是就是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my parents。我可以先跟我的家人说，毕竟就是离家真的有点久了，这个是我离家最久的一次。希望他们可以看到。想一下，很想要跟我爸说，